接下来唱什么？接下来唱，我刚有看到一些姐姐、哥哥、阿姨，来唱几条大衣歌，这样子吧。安尼好不？好。我们现在来唱一首歌，这首歌非常有感情，献给所有世界上伟大的女性同胞们。给哦。 版本有点不一样，男生唱。来。
EP 或者是专辑，哎，这是三首的，是的，谢谢你。啊，如果你有拿到 EP 我们的或专辑，也希望大家等一下留下来跟我们签个名、拍张照啊。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上传到我们的 Facebook， 啊，可以帮我们宣传一下啊。我们要到更大的舞台，就要靠大家的帮忙喽。